简单就能拿到好的成绩单，尤其是在看不到是所谓的答案，考试一般分数难看，谁谋杀了我的答案？没那么简单就能做完，全都不去看，尤其是在考不好还要被他罚款，偷看罚款只能选一样，现在的学习越来越难看，考试到了就忙东忙西，考试过了就放纵自己，老师说的话连听都不听，自己做决定，不想拥有太多问题，一本古本看电影，在周六早上来到了这里，舒服坐着吹冷气，偷看没有那么容易，过了能偷看的时期，轰轰烈烈只那个一，欺骗没有那么容易，才能让监考官着迷，一个爱作弊的年纪，曾经最可信但也最相信曾经，欺骗没有那么容易，才能让监考官着迷，一个爱作弊的年纪，曾经最可信但也最相信曾经，偷看没有意但却最容易好成绩。